哈德森盖掉了刘钊，看反击，郭艾伦能不能打进？巴斯再起，好球！一脚哈德森，辽宁队看那边郭艾伦的上篮没有？这球啊，低，辽宁队拿回来，郭艾伦看有没有人来接应。现在命中率都不高啊！前场三打二，这球脚踢脚违例了。哎，郭艾伦出现了失误，林志杰一传速度非常快，给到刘铮，好球！好球！辽宁队啊，这种直接给对方快攻了，看篮板，篮板球被郭艾伦拿下来，有没有快攻的机会？这球到底是谁碰出去的？这郭艾伦现在打直了，有点这个太冲动了。后场球。后卫一个人在中间这条线上来突破运球的，你后面全是退防的球员。郭艾伦转身过掉孙铭徽，低手上篮，哇，这球！看这前场的二打一，郭艾伦，哎呀，这个球没进啊！今天艾伦确实有点上头，对，打得太冲动了，你知道吗？对。好球，分差呢再一次回到了八。